你现在几公斤？45。那你觉得你应该几公斤比较适合？30。一家你会讲自己几公斤啊？如果要减的话，40。40。所以你现在是多少？58。我是不敢讲了。还好哎，我是觉得我儿子这样子，我坦白讲，我觉得他们好可爱。有人说小时候胖不是胖，小学胖呢，我们可以预测以后到了大人会变胖的几率有5-6%。那假如到了国中还胖呢，大概就是6-7%。那假如高中还胖呢，我们可以预期几乎是100%以后都会胖。台湾成人超过半数体重过重，台湾人10大死因有8项与肥胖有关。今天你量体重了没？